人生在世为什么这么苦啊？在前几天十善业道经上说过啊，世尊教诸娑伽罗龙王，叫他观察大海里面这些众生，形状、肤色、大小都不相等啊！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都是由于身与意种种不善造成的啊！所以你要问人为什么这么苦，你要真正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真相，你就通达，就明白了。种善因必定得善果，造恶业呢，决定招来的苦报。所以佛教导我们一定要远离贪嗔痴，对于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其贪嗔痴，这造极重的恶业，招来的苦报啊！世间也有一些有福报的人，福报从哪里来的呢？心善、行善，造作善业的果报。所以佛教给我们，我们能够断恶修善，这个业报啊，可以转过来的。明朝袁了凡先生，他一生的际遇可以给我们做参考。他能够把他的命运转过来，是他明白这个道理。明白因果的道理，明白因果的事实，不但他自己改变了整个的命运，求财得财，求子得子，求功名的功名，真正是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！这话是真的，不是骗人的。可是求有求的道理啊，如理如法的去求，一定会得到。